子先前爆出与郭雪芙热恋，不过两人始终未承认该绯闻。引人注意的是，近日王子被周刊直击与曾为全明星运动会红队的席维伦一起打高尔夫球，两人互动也相当亲密。根据报道指出，在回家的路上，机灵的王子发现有狗仔，却不管当时正在下雨，就将席维伦丢包在路边。对此，王子的经纪公司先是回应，只是单纯好朋友一起约打球，结束后顺路将他载到捷运站。随后，王子也在 IG 限动上标记对方，并无奈写下好心载你，却被说成丢包，您倒是好好说说。对此，席维伦也转发该限动，表示就是顺路再去捷运站呐。Bye.